啊，应该就是他。小逼崽子，应该就是他。别往那。我操，他是不是挂兄弟？你别吓我了，妈的！他怎么这么快？小心点，附近刚刚有台蹦子呢。真，好了，太快了！啊？谁打我？我看不到打你那个人啊。我扔了他雷。爆！直接踩上来，踩上来。单掉一个。 还有吗？我操！打两个！我操！兄弟，一标三个，一标三个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二楼。轻量化的。好凉，干他！跑！那个烟里。啊！死了。混死了。 碾死他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，我操！就这个地方，我待不了这儿，兄弟，太难受了，这地方。干你！来了！干了！我躲！我操！他这个消音管穿脖了，兄弟。对。看他防御位置。 我操！我要这给他两发了，就帅气的，兄弟。哎呀！上来，下来，贴近哪一个？贴近哪一个？在外面翻进去了，中间翻进去了。补他了，他还没补人是吧？标点片也要翻过去，还没翻，他在外面扔到，大蒜顶上还在外面，在右边。哦。 我操！还有个在我这儿，等会我拆火。楼顶好像。哦，牛逼啊！我操，这居然能活！我没有我的队友。我操，兄弟，竟然又拆一张。靠右边。啊！我操，这么准吗？没子了。